大家好，真是好久不见了，已经是2022年了。那我们今天先教大家画一幅这个招财猫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拿一个铅笔，非常简单啊，不用大家不用担心说自己不会画，只要跟着我一起来，从这个头开始，非常简单。猫耳朵大概是这样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这个没有画画基础无所谓啊，这个非常简单。那下面这个脸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哎呦，这个招财猫有点胖啊，有点想，有点这个往这个猪的这个方向，你看，啊，行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边应该有一个手，因为招财猫就是有一个招财的手，大概是在这儿。好，咱们往下。哎呦，身子有点瘦，没关系。这儿应该是有一只脚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它会举一个这个。这个招财的这个东西啊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招财之类的。然后他这个，对，这个身体实在太瘦了，这个身体应该在这个地方下来，没关系。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，这边再来一个脚，大概是这样。他这边可能他这个爪子，这个位置上有个抱着个招财这个爪子，好，大概是这个猫的形状吧。然后。那眼睛就大概是这里有一个笑着的这种感觉，然后这边是笑着的感觉，然后呢，这个鼻子吧应该叫，然后只有三道，然后这个小猫耳朵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它这个是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啊，不知道这个像不像猫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咱们上个颜色就挺像的。好，这个大概轮廓就出来了，那我们这个等一下通过颜色呢。再把它，这个脸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的胖啊，没事。下面这再有一个，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领结，这个位置。然后这儿应该是有一个铃铛吧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一个铃铛。好，那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啊，等一下我们要上这个，这应该是几个爪子这块，然后这里应该有一个这个。颜色，然后这个爪子这个位置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爪子，你看这个是脚掌，然后三点，这边也是有三点，然后一个脚掌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大家把这个画出来之后，我们开始上颜色。好的，那我首先呢，这个拿一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细的这个刷子啊，这个不是细，就是比较。短一点这样的刷子，那我刚蘸了水之后呢，这样蹭干。首先呢，我调一点这个棕色，先要把这个轮廓给描出来。我用这个棕色，好，直接呢上轮廓。大家有任何的棕色都可以啊，没所谓。没有棕色用黑色也可以。那我们首先把这个轮廓给调出来，好，非常的简单。这个我们这个画画呀，我讲过不用特别担心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是 painting 对吧？我们不是这个画画，所以你画画的话可能要比较。精细一点，我们这个 painting 只要把大概的这个轮廓描出来就可以，把这个脸这个地方也描下。哎，好，往下走，好，继续蘸点这个。如果你的刷子有点干的话，你就可以蘸点水。我把这个，你看我刚才喝了咖啡，我现在就是导致我现在手就特别抖。好，再把这个地方往下走，没有关系的，大家就是大胆的往上画，因为我发现我经常有一些同学啊。在这个需要这种需要有一些画画的这种类型的时候呢，就特别紧张，不敢下手。告诉大家，完全不用担心啊！哎呦，喝咖啡喝太多，手抖得很严重。好，来往下，因为咱们这个 painting 你要画错了没关系的，因为你可以用这个颜色把它遮挡住。好，你看现在我还是用这个棕色，我只是把这个轮廓给描出来，大胆的往上画这个手这块儿。我这个 lesson learn 啊，我这个就是学到，下次我要是给大家录像之前，我不能喝这么多咖啡。好，往下走，哎，对了，往下，好。咱们今天这个是新年第一幅画，画的这个招财猫，这预示着这一年这个怎么样？红红火火，和气生财。哎，好。而且今天这幅画特别简单，同学们，特别简单，这个可以在家里跟着朋友一起画呀，或是。跟着孩子一起画呀，都可以。好，继续走。叮叮叮，
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这个背景有很多这个声音，这个我外面风特别大，然后这是风的声音啊，你们听到的是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那个脚啊，那我把这个脚先大概的画出来。好，这个猫这个主要轮廓就出来，那我把它的眼睛这个地方也给涂上，它这个眼睛我也用这个颜色，然后还有这个铃铛的位置啊，你看这个眼睛大概我从先上，哎，这个地方我主要是。我就把它给，你看我这次是怎么样画的，就是像从边上往里的时候，我就越往里我就这样压压我的刷子，那它自然就大了。就你不用这样填色，就是往里的时候你就把刷子压下来，让它这个把这个面积给画出来。好，你觉得哎，怎么画了一个大小眼儿？是不是？的确是啊，尤其是在这个镜头上更显的。没关系，说过无所谓，我们到时候再改。好，它这个领结这块也要把它给这个地方打开，它是有一个，这个叫什么呀？不知道叫什么，这个地方。可能如果大家这个跟你自己这个图纸有关，你要是你的这个如果图纸比较，那可能这个位置也比较精细，那我可能就换一把刷子，就这刷子现在有点大，那同学们把这个刷子一定要立刻就洗下来啊，洗出来。好，洗出来了之后呢，换一把稍微再小细一点的刷子，画一下这个细节。那我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好了，我换一把细一点的刷子啊。然后呢，沾点水，让它湿一点，然后蹭干。同样用这个颜色，然后把这个细节画出来。这个铃铛好像有点太细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把这个位置稍微描一下，等下我们再涂色。我刚刚说了，今天这幅画非常简单啊，新年第一次画，大家就初学者跟着一起画。然后这个完了之后，你可以放在摆在自己的卧室啊，然后或者摆在门口啊。象征着这个和气生财。好，那我把这个，趁着我有这个，把脚丫子也给它描一下吧。这个地方的脚丫子其实也是大概是这个颜色，大概是这样的小三角。好，那这个差不多了。那下一步呢，我把这个刷子洗一下啊。我们要用到一个红色，不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类型的红？我想用一个这种非常纯一点那种大红色。我把这个大红色找出来。就是你们有怎么样的大红色都可以。哎，我看大红色刚拿出来，不知道放哪儿去了。这个纯红啊，所谓的。好，我这有一个这个，这有一个这个纯红，这个纯红，正红。我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一个更加正一点的红色。这个你们如果是看里面是什么牌子的，有些可以叫 crimson 啊，那种红叫 crimson，大家可以用这种。如果没有 crimson 的话，也可以用别的。看看你有什么样类型的，哦，我找到了，这个 crimson，我先挤一点出来，就在我调色盘上，我拿下给大家看一下挤多少，就大概挤这么多，这么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啊，这个没有所谓，你用怎么样的红都可以，看你个人爱好，我这个个人喜好吧，我这个挤的是比较正一点的红，crimson red。然后呢，同样的，我这个刷子，这个拿出来之后呢，稍微擦干一点。然后把这个耳朵这个地方，哎，给它上，这边也是三角形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啊，三个胡子，同样的，它这个是外面比较，这边也是大概。好的，然后它这个领结这块儿，上红色，然后嘴巴也要有啊。那这个我先把这个脚掌也给它上，这一块是红色的，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上颜色，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样，对，大概把它再涂的这个均匀一点。好，那么。三个爪子，就三个点，这里一二三，这边也是一二三，很容易啊。那么这边上面也是一二三，好的。然后还有哪里？上面这时候的这耳朵上面应该干了，你要是觉得它可能有点不太什么，可以稍微把它这个再加一层啊。这个跟你这个
自己用颜料的牌子有关系，有些牌子它就比较怎么说呢，就比较淡。好，那下一步呢，趁着我有这个红色，我想把这个背景的颜色给上上。那背景颜色你看我先挤了一点点的白，那我加一点点的白过来跟这个红色在一起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就稍微的是变成粉粉的感觉。那我可能换一把刷子，这个刷子现在是有点小，换一把大一点的刷子。然后呢，想把它的背，这个后面这个背景都给上上。我拿一把这个非常大的刷子啊，然后沾点水，同样的，然后擦干。那像我刚说的这个，沾点水，让它不要滴水啊，不要滴水，把它擦干了之后呢，我这个红色和一点白调成了这种颜色呢，我就可以大胆的往后面涂啊。你看，这样子开始上，到后面上面来。你看它出现有点涂不上去的感觉，就是因为这个颜料不够。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挤多一点 crimson red， 同样的，刚刚这个红色，好，挤在调色盘上，然后呢加一点白。刷子如果太干可以稍微用点水啊，没关系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再继续把这个后面啊，我看这个大的刷子真是比较快捷，把这个后面的先给它涂上。有时候有些同学问我说，我要是用这种 canvas 的话，你看我今天不是用的纸啊，我今天用的是正儿八经的 canvas。 他说你这个四周是不是也要涂？我是建议大家也涂上，但是这个看个人的个人的爱好，就个人的这个 preference。 好的，我觉得我这个刷子有一点点干啊，我沾一点点水让它稍微湿一点。你看湿一点就很好上这个颜色。我先把这个外面白的地方先上上，然后我再等一下换一个小刷子，再把这个交接处的细节让它给这个重新的让它自己重新的打理一下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刚说过今天这个第一幅画非常简单。那我先换回刚才这把刷子，把这个细节的位置再挤一点，这个颜料用特别快，我发现再挤一点上来。我刚刚又挤了一点上来，同样的，然后同样的加点白色，让它这个颜色跟上面的差不多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对，你看它差不多。有时候涂这种大块的地方，感觉特别的这个，特别的爽。OK， 不要把刚才画的这些，我等下换一个小点刷子。好，先把这个位置先给涂上。下面这儿也是一点点白红，对，这些位置都给它涂均匀。好，那我现在换回大一点这个刷子，稍微大一点点，刚才这个中型的刷子啊，同学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把这个轮廓这个地方稍微的一点，还是一点点白和这个红啊，一直是这个颜色，然后想把这个位置稍微遮挡一点，没关系。对，稍微遮挡一点没关系的，同学们，不用担心。这个地方也是。好的。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最近在忙一些有的没的工作上的事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拍视频了，好多这个同学给我留言说怎么还不更新，所以我也是这个今年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啊，决定要这个定期更新，让大家不要等。好，看这些细节的地方稍微的，同样啊，红色和白色。如果这个刷子干，可以加点水。哎，不小心蹭到了，没关系。这个之后可以补啊，同学们。如果你这个像我刚这样，看把这个猫头那地方给盖住了一点，没关系，之后再可以加。然后这个地方。
对，就稍微有点耐心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这个这些细节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把一些地方稍微的让他在。这个有些同学，有些这个不是同学，有些这个大师吧，他们喜欢这种有印记，就是看出来你这个 brush stroke 这个，他们有些人喜欢这样，那有些人就是有些人的风格是让他特别特别的平整，看不出来。那这个你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我其实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看出来笔画的，而不是就是整着一片就是非常整齐。那要不然我觉得我用电子就是就画就好了。OK，anyways，然后呢，这个趁着我现在有这个纯红色，就把它这个嘴巴这个部分给画一下。然后这个手这个地方也要把它加一下，这有三个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红色部分其实已经差不多了。那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拿起来看一下四边是不是？哦，你看下面就有些地方，趁着你这个还有一些多余的红色，可以把它这个加深一下，这些边缘的地方，因为之后应该就不会用到红色了，我感觉。好，稍微加深一下。好的，那么下一步呢，我们要用到这个一点这个黄色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颜色，这个颜色叫做 yellow ochre，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说啊。你要是没有的话没关系，你要是没有这个黄，你可以用任何的黄。然后呢，哎呀，不小心挤太多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弄回去一点，不小心挤了这么多。这个颜色有点像什么颜色？有点像这种黄那种芥辣的颜色。好，来，我先把它弄回去一点。有点像这个芥辣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。来，弄回去，弄回去一点。哎呦，不要浪费，浪费颜料。好，弄回去了一些。哎，说实在无所谓，这个颜料已经都用不完。我刚刚挤回去了一点。Anyways，好了，我现在有这个有点这个黄色啊。那我之前不有点棕色嘛？可以加一点点棕色，让它这个颜色稍微再暗一点，加一点这个棕色。这个是你当加深色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你那个浅的要比深的要多才行，否则的话它一下就变深了。就是这个是浅的，这是深的，你要加深的时候加一点点一点点的加这样子，不要说不要两个人这两种颜色千万不能说是1:1的比例。好，你看这个现在就淡了很多，我看大家你也可以看出来。我要做什么事儿？我把这个地方给画上。先画上之后看它这个颜色是大概怎么样啊？其实可以再深一点，看你希望你自己的猫是怎么样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OK，加一点点，再稍微深一点。然后呢，同样的这个位置，大家听不听得到我这个屋外真的是，这沾一点点水啊，有点干。把这个地方也给加上。看我这手今天就特别抖啊，下次真的是不可以这个录像之前喝咖啡。把这个地方都给它填上。再加一点深一点点啊，因为我觉得下面颜色有点淡。好，把这个部分给它给填上。我今年的一个这个新年愿望，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每周放2个视频，这样大家呢，我觉得作为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你们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，就是每周画2次吧，至少。不是不一定要跟我画，但是我觉得每周画2次是比较陶冶情操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同样的还是这个颜色啊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刚才也是描出来了，这儿稍微可以再暗一淡一点点啊，对，然后把它给涂上，它这个爪子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，挺好的。然后呢？这个背景啊，我也把它给涂上。如果你这时候有个橡皮擦之类的，你可以把这些刚才一些铅笔啊，给它擦一下。没有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正好旁边有一个橡皮擦。那我想把这个刚才这个地方一些铅笔的部分给它擦一下。我说过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的话，你这个其实是可以盖上的啊，所以无所谓。好吧，我就大概这样。那我把这个位置，你看，这个地方呢，同样的，把这个地方给盖上。对，大概这样。等一下，我们在上面给写"招财"两个字。好，大概这样。
它这个铃铛部分也是，铃铛其实可以再淡一点，我加一点白色，因为正好有白色没有用完，加点白色。你看再淡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出这个颜色的渐变吧。再多加点白色，然后再按下来啊，给大家放到这边来看一下。你看又淡了很多，然后把这个位置刚才这些地方稍微给它涂上。你可以换成一个再细画细节的刷子也可以的。然后就下面也是这个地方加上，上面稍微的再填一下，这个细节之后都可以补啊，应该看根据自己喜好来补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大概这个形状其实就已经出来了，那我这个把刷子洗一下。现在这只猫呢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里面这个白的是不是有点假，因为是这个是之前这个 canvas 上面的白色，非常非常白啊。我们可以稍微呢，很难擦，我可以稍微呢把它这个背景的这个白，可以让它稍微变得暗淡一点点啊。如果大家想的话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加字什么的，所以我先把它变得暗淡一点点，可以直接先我先再挤点白色在我的调色盆上，我这个挤出一点白色。好，那我用一个干净一点的刷子，看用哪个刷子比较好呢？哦，这个时候用这种，我跟大家说，这时候用哪种刷子特别方便？这种 silver brush， 这种半圆的，上面是半圆的，非常适合涂这个地方。那你可以直接上白色，把刚才一些地方给遮一下。那我这个刷子沾点水，然后把它这个擦干，它不要滴水的状态。那这个白色直接走，把刚才这些地方稍微的遮一下，这个步骤是比较可有可无的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。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猫，比如说它这个身上你觉得让它不要这么白，我看有些猫是可能没有这么白的，其实也可以。比如说你让它稍微的淡红，就是稍微这个颜色不要那么白，你加一点点红啊什么的都可以。然后这个位置上，对，有些地方可以稍微让它。有点像美颜呢、啊，有点像在给这只猫美颜的感觉。有些地方想遮一下的话，可以先来遮一下。对，包括这个爪子那个位置，可能，比如说，对，稍微遮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个地方就我们这个大部分就画出来了。哎，现在这个手上只要写招财那两个字，这个是比较不能说难吧，就是剩下的最后这一步了。那我们还可以用回刚才这个棕色，应该是已经是快用完了的。然后呢，我挤点这个深棕色出来。I'm filming. Well, it's beautiful. 然后找一个这个小一点的刷子啊，然后我看用哪一个刷子比较好，要用一个硬一点的刷子，同学们，一个硬一点的，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先拿这个，等它干了之后，你可以先拿这个笔啊，大概的地方描一下，描它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再用一个硬一点的笔往上走，给大家看哪种是比较硬一点的刷子，对，像这种觉得就。你看一下，大概这样的也行，大概这样的，细一点的都可以。招财两个字，大概，哎，招怎么写来着？大概财在这个位置上，财大概这样，招是一个提手旁，大概 OK。那么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刷子，非常细的。啊，或者是稍微硬一点的，然后呢，直接往上走。这个招，这字太丑，原谅我啊。的确太丑。招财一个背，好，
好的。这个彩礼是不是要往上提呀、啊？对，是往上提的。哎，不错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自我满足，很容易自我满足啊。那我来再把它描一下，让它明显一点。你想想，这个画好之后，这个也不给别人看，给自己看的，挂在房间里。嗯，这个挺好，挺好，加深了一点，好一点，突出一点，上面往上走。不错，然后最后呢，我看看哪些地方如果再要加深呐、啊，是要怎么样？我们给自己这个最后一步，趁着我们这颜料没有用完，把它稍微又加深一下。我这个新年要求自己做事情稳重一点，然后有点耐心。你说你的耐心都没有，还要生财呢？这个虽然说钱乃身外之物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大概就是这样啦。那么，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这幅呢就画完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希望在这些地方再加一些小装饰啊、小铃铛啊、一些什么的呢，是完全可以的。那么今天就画到这里，下节课见。